能上啊。你像个马振伟唱的喊我来唱，我问你，我说你到我弄哪场结果？还有说单方，你说有个男的上吃馒头，搿不放人的力量是结果。你上嘴人牛咪咪的，这个喉咙是结果。那么周尚书不离唱，他们我不记得再来周尚书。那么你们客气了是的，其实艺术样么子才是我想交流。我假使唱个当中有点啥个啊，名堂有点艺术，还是想各方面好看。各方出你当中有许许多多好的唱法，出的也不懂，这个是做出来，但是唱法呢，基本上有些才是相同。唱得好，我该唱什么个演出嘛？我没让，又不演出，我是十分多听不相信，我真的担心啊！啊，干嘛破三股三衣服好？办那个种地主的啥？还是上趟个种火牛家了？该唱介绍个么子？俺忘记叫军衣，军衣。那么这位亲弟来收身，哎。唱得是好，该前面那位员呢，浙江嘛，比如王八英，还是数没数好三字，记住了一个本事，我都在看得出来，这车骨子呢，青出于蓝，还有这个胜于蓝了，这种才是好事体，谁怕我已经定好。那么总归你一个事业太完成，我也乐个呀，总归人也乐。我个人光让摩托车开开，现在也来事。现在顶多打打脚踏车，毕竟说慢很了。那么小姐挺卡，每次嘛就是中国去你家宴会，上海是文化局，我有么收据平台，你聚会。中国却要上海分会为我主办这个一次50周年妇联什么的纪念活动，对我说起来，你一生当中是一桩大事。那么所以上亲是许许多多人，才是各地来的呀，来帮着我来完成这样的任务。所以像欧大人一样，我也唱不出，这不是好娘心机不能顺失我了。你都唱得出，我心里想。开始所以不一定我唱，我妈也在唱过的。那么今天来听刚才看看你的女社会唱几句，那么这个夜就不好到底在那比，我也在表示某地妈吃外都要来比。
帮孙敬强的部队当成五两人命。再说个五月三日光金刚是个跟你的四派十座罗布人士与金家扶持跟孙敬堂看我去跟你家的四大特体苏金才家里多普秀党多多党都正上次跟副队长们上次跟着就说个金灯娘娘提腹部提腹部给下回好副队长发的那流利五点人民真家伙使其龙将正发要杀了杀都被放了一双量嘛放了是娘娘那种不懂那是个副队长的副队插铺呀是你老东人的门上呀是高人呀这个五星金当护士当得是你坑问你来着这等老东人坑上有门把你副队当年龙他你们那天是五点人民再当上个人啊别的娘娘说方亮你要晓得我弄个牙都在疼的你劝我耐心地五星金不大好弄我驸马长而且听上我说那余子两三年纪一来没了惧怕孙敬忘空啊忘空我这里不怕的我也怕一起哦以前我去举例给人光嘛是啊我挺有戏的弄个脾气我举牙不是三级那么方来想出来是那牙嘛得来那个娘分得来那小夫分告告诉了他他你多么多怪夫妻一张浪浪付出两样人娘老他他那那老的文人没让体量上好嘛别肯他的那这地方哎娘娘想给个大可以那么小孩也封信了在刚不拉老大大听不过下年去送信呢个封信来送了因为个张国勋金龙很是七不归这门浪龙啊金家里随便上人来哪怕我龙自家来不许放心放一个进来就不该滚的那么那个人不能进去嘛，个信难得吉祥要差一个人不要领路志刚要好不走来一口嘛，个屋里叫五货后话四年年书信一封啊神与神难为老太太不开是是了他他让苦心的人光来举到地上去了不要他他不要怕子凶都那么来起来神功我来嘛，松松于山这娘娘吩咐啊五火秀身边刚出前门幽幽静静过过来嘛，走你的今朝个差事妹妹您不能进去那封信拿进去那家是要走西门两位的要么雨门去试试看这位对待雨门一口咦这口气雨门的开朗对两面一口五百人说您的理想你当时五百人有人往往与众人始作聪明不能客气高安不及亚安及本人家不像你当时不能够抠门的了不进来你不像你进来吗喂喂呀呀阿哥啊哎妹子啊是你老啦我已经老了哦是给是给上又不记者上又到给厂长就是要长者没事者哎呀气死害的啦你要去台湾玩的哦是给是给你说去那我们是娘子名他他他来客地请我刚提的也真是呀我们拿西门不去西门那么西家去带给他渔民给他渔民开了吗我想比的我比哎比妹子啊啊一个人刚海我非要当个威刚说来你妈谁晓得老多人打东西家们现在不得了孩子哎今家里随便商人来嘛不许进去放一个进去嘛就不该滚的那么那些这西门们人都总归不来噻后门开了那么那一份口径逼了你不是车子带的哪位人哎哦哟哦哟嘿我都知道拍走肯放嘛放子不肯放嘛还外出去管耶耶耶说家用农风管后你再去管可不是这个装饰器吧你去弄出啊今天我拿了你你没办法只好走去走什么就走去还走嘛都是要这样死高来跟丈夫来噻劳动人规则劳动人规则不过我个人都还领域做工那讲我今天配上放来进去放
丫鬟，你放我进去嘛，你铺盖子奇怪。你还晓得我上地方来进去？我真个弄来不动啊。你也晓得。哎，夜总归夜，男总归男。哎，你到我啥总归是家人，你喝啥总归外边。哎哎哎！眼睛明亮的都杨农两家的在那火堆上，嗯，火也太个呀！啊，是啦，哎，这我一进火的，一进火要摔啥的？哎，等到火一退，以后么事体才弄到我身上。哦，我说起来，调调个辰光，你带别提是一年了火堆上，我用那个开门是凶得来，我怕你来么的拉老子。拉了这个情况，自家刚来我的才忙起的，哎，这可以夺起火到我身上就不该滚来。各种生意些的名堂来没哦，这个憨的，你想来进去？哎呀，可是还可那个中人的美味不相给啊，这个叫不像啊，这个是叫中人，叫目光如的。可是像这样的啊？要我啊？我放来进去不是为难，为自家个铺盖。哦，是个，可不去咋？没哎，你等下出来吧，一出来吧，出来最少拿货。一出来嘛，今天嘛最新门子吧。你为啥追前门啊？你追前门啊？前门铺盖多，你有心远门吧？我总归给他铺盖，干嘛不那么收拾着？真是，给我去砸！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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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说得了，他房厅上一看了，他什么海浪？毕恭毕敬搭上来，他搭上的小的五号，就是他客的亲儿子。不，这俩他本来要怕你在南安进干的，当天南安当是认得不的事情。现在侬怕你了，么？三得我怕你去，没好，我话起来是重重雨山。瞎子他他，立起来么？要将身边的风信棒拿出来，望头浪一定重新拨出来。他他，那你娘娘有风信哪里？请他他可信。跟侬是啥一出？我地王娘谁都得在暗里，一副是皇帝的孙子。一封信定哪里了？我要去哪里了？我当看见这男人，我哈哈叫求求你，对底下人要宽裕点，不能够这样。答，心要紧，一弄么红花是嘞。那他当你过来看孩子啊？我是看我自己那些，我得再联系来孩子。这娘东西欢喜理不得，欢喜又不娘来去做。辛苦了，向他夫人安寄个封信，拆开来一看么了，他面孔皱色。侬啊，你越来越憔悴。请天刚当淡水，这啥个明明弄成五裂的，一呼一来，你想想去。求我耐心地不听，我也听上了。我现在晓得错。不过个龙门部队的把我女子化别中是贵州来着。龙门守不闲，喂，在那仓柜，我算欧人民。门的你名字叫吴商呀，这是台湾当时的，还有个头名声进去呀、啊。
苦恨深情错时代，在那幸福太是双高枕，两来不惧阳光白。女儿是么当当，离不弃金女，正好怕断老命吃定亏。个富贷让等得过帮你发不起，离不弃不能怕断老命想杀你，要么当我富贷我可以死谋他人命，这大年轻把身楼开。托来让衙门里提两句好，假使个张子清连娘还不够可让夫，金龙娘娘个上面就是谁的现在娘就不行，假使连娘还不够日子也经过王世龙还死不来口过，谁怕一命风行待，老太太一口没有好得了，你还是不能哭的，这是为了我是不能哭，我压弄那事情我有啥个名单，老太太都无罪你女，你只晓得你老夫妻一张床上付出两样，你为那个八百农你老夫妻还不得了，跟你听你到最后那个老老带我跳是跳得来，无所谓帮子两句你往哪里一跳还要抓起来，这个我们不能来就不来噻，你跳出去门我不敢进去的，那么你们付出来我们付出去付出因之上如此，我们为难人我正在继续的啊，可是做不出的基本是要活的啊，这大不高兴，我们那你给他再想别样办法，人就往这台湾不进啊，是恶恶人的心在刚的吗，是他大委屈大先提示啊，体态大日与我太太在此叫他放心比了啊，起来他大那你娘娘是给说不定他他可恶之心别发发出胸部那么小的还得起来的嘞，你可给我们就是不怕胸部，凡是与我太太在此叫他放心比了起来，不不要怕一几个样，要是这个来有这样做做事情的那还不也要跑一记，我们来到他那个找细节的老乡恶意恶意，这个福袋不是轻松的，你人家一来嘛做出来个事体叫得越来越好，农户是长破这样农担心事，那么我送给我们娘里和放心做这个了去害了，这个一记双个要有两张的是遇大小的事，凡是与我太太在此门拉一起起来，是小太太。那么当我对林和嫂子为主奴啊，不是俺让是俺都告不娘娘的。金东娘一听上门了，哦，要替娘为主，我不是家判家拉子。哎呀，是我分析，别个为啥？娘总是不怕子胸部子，那是俺一来定性子，一定性搞到等平了。特别跟哪里吃点心是吧，吃得了那么多娘吃不了，一起泡姜头是哪弄法的，把他爸爸想出来一个好办法，我因为我奶奶身边不有两个师兄，一个叫张父一个叫张嘴，这个两家的口才好的十句我努力点枪火笨灯，从山之下必有用户，我现在还就是十句我屁了都没有上好油门几百个人负担，对了，也可问人工的。马当查乌有没当老的来黑阿发的？他们这个两个小龙儿屈服吗？哪一件失去我？哎呀，你多个失去我了。这还不是啥个价值啊、布置费啊，还不能搞铁三嘛？不是，你多个失去我们不目的。啥天下世界真事体与我们不目的个事体，目的。你做十几句龙车把我们娘大哥哈哈哈谢谢，那么就是开心既刚好，而且每况每表之年纪轻，张国勋这一头羊头不你这个人
暗暗叫拿两家头当里当儿子用，要暗暗叫，不哈把你都看出来的，看出来当里当儿子，拿张国军队长马扎打不了，把你都拍他搞。可是两头人阿达拿三零几毛毛了，官兵做娘的了，也没听你的。现在两家头让白龙想滚龙的，听见老太太还不懂的不懂。二姐，阿爸，再哥，哎。给你定金刷贴都五十台个不八个五的喂对啊啥个不管新人都一笔听着就是个老太太不晓得能当新人的五六的哪差两高六出去当听差一档嘛中国不八一年四八这个两个小车来脑子懂的他不对是几副当听当听上人高跑不听得透上人高汤包里像个牛来的动七八度比有面部对个秋子江上是一样就没走来走来嘛呢说句我也说句我来他到哪里提不下的精力都还是而且大概是十人还一定要起包的病他从他他之名去当天农外都天天当红身经得不对个事体他大富还早以前爱情们你都天在地地上红身经这个我也不够大大听见说个红身经发跟我就怕人代表牛气人啥个代表呢和冯东里向去请一个秦大人子他打个秦大人一来是个个都在在维系的这个他打个秦大人啊来吧来吧门这样你再去当听也是不报你打个设施啊你这样归此你老了的龙的那副听见哪个今这当时也是不报问他当然当的啊是啊阿婆阿瑞你打打开的金额在外面台子上口已经把不包过的现在一口一把不包已经在喊你进来上进老大他口里到进来嘛一起一下子把的呀起来然后他打他这个你都进来还有啥方法没错还有啥事体啊还是个命你们进来非外必日哎大学子与欧神经德部得的真样的哦这都是他德部的事体是吧听起是说一听的人今朝何不念的那么何不你阿大不大我说你马上写去当听着马上写去写出来唯一一听的人那他他想过让一听的人身上懂的是用这只大狐狸子呢狗云的无声大写字他不支持我们老太太心情晓得了我说你这个人晓得了哎呦说你刚不听啊对你谁了啊哎呦拿汤伯伯来写什么哎呦拿家族啊跟华国中国家族啊家族家族他他大大，哥们，现在这个德部都得等哪样子？哎，当真得等哪样子了，大大？老太太恨不得一进一慌，这个不把部队的还蒙那么回事？那么夜里多说句我们说话，这要干不就是听着吗？这俺让这俺都这俺放这俺有，当成的人民副队长，各镇副队人都来到你门上，很多水匪军我批来了，上我们旁队副队，叫这旁队副队人都成功着，他人不他人不管人都是副队外头抽上去的。成功下来嘛，你都三个发票写了，送送特别加倍去上。哦，我不来，那个哪来事就这样得去。他打，他打，他不来，他不来。哎，这个是进不来。他打，你要天你发财是真正别当。三个这边我提了，两个这边我的印象就咋来？再别当不能别当。是个是个是。不来这个呀，不来呀。他说你两家这个巨物是谁？富贵经验，龙车把人打发谁谁？不吃这个是过来。啥个社区物业是得离不提过上几个当？上我们办的副台是咋的？这个票特别大财，这不来不来这个还不来个不来个不来个。现在那是主要为外头的，今朝么吃两顿，不来啥也来，没好嘛？不来是没好嘛？我东家一块眼睛还读社区，不过从今以后一句也不合适的。晓得你都吃不消，唯一是一句句话带不放弃我。哥，问哪么讲？阿婆，哥，不是句话，你叫我来拿古法的。我不吃饭的不？哎，还吃米？哥不是句话跟你讲的。那么我遇上的不是电话也是句话，嗯，不来回，不是我说出来吧也是句话，哥自个做不动去。我遇上这个知识没扒开来。我自个想想，真爱我一句啊，不给你看。这个你哪来的？不是句我跟你讲的。来，二斤鸡都去吃八嘴的。不来搞。大人自在。不是这是。他大哥们那边同几两人都几十时刻了。好。来是不来是还出来够。这个哪来是？他奶妈明白人还是那每日在人生在天。哎，他说你都接受。对。哎，阿婆，对。跟你那大人都六年，你这个句我哪说？老太太要办没空子呀。老太太，你不带你给大哥等得了。
夫人在各个居室的来路你上有没有各个居室那是你夫人要带过房间我带过你夫人想来路你不是这个我随便上你不许提起楼啊进度才这样上人提起你帮学者就不会困难你各个夫人干嘛那个居室那是把你根本也是一样的先生那是要发财嘛也是一样的啊同地怪都是刚弄到带里来的这个居屋夫还是个想不吃的人你跟哪来的你那夫说居屋要困苦的说是居屋批了来让我们有的发财中国也发财发财是中国发财这个是一样吧跟哪是一样吧今天压力我当年发完了的哎那边来喊我啊今天扫地支付到账而且都是你还为了跟我不来跟你啊在地困啊要困着啊想居屋嗯，咱们在这两项忙里，哪个主干不我听，哪个主干不来听？嗯，上人的主还用上人的发财打他一波，发财一波啊！没有没有没有，说完你走，好的，你走吧，你走吧，你走。两个小子碰到上了三句，要发财提前一步说地来找咱们在这两项忙里。哎呀，哎呀，哎呀，那些干啥？干啥？你哪刚不我听，那么我刚不来听，不是干啥哦？巨物呀，巨物啊！啊，你吃这个啥？我分吃这个，都听他在吃这个，分吃这个。咦，是巨物批来的，你上有门去接负担呀？哦，啥天？阿福啊，啊，不过那是那个手捏子多几啥？你那个身体没啥嘞，身体倒还好，血气阳光。你哪烫这个？不是我，我体重方面身上也像巨物，只拿一个身体肥没困那个的。那个厂子做的叫牛肉三菜鸭肚一锅嘛，就是那个东西吃了。不，那哪了？我们还讲那个啊？哦，那箱子，鸡刚刚还有份两个汤子了，跟没和那箱一样。那我想讲，一份就是得了，等于上有门板凳夫人，他已经等到发财一年一半，还是一样的。哦，这个一样啊，还是一样。哦，你们空干，我们去说句话，哎，发财嘛一年一半，还是一样的。思路不来是吧？不来吧。三菜是刚你的吧？一年一半。不要把那个银补，银补那个吃了那，啊，那十句话要吃大锅饭个，现在那个句啊，不是，啊，来这个，来这个，来这个，这样子吃，来这个，来这个，来来来，不不不，别，来这个，别这个，说个像讲个货，打个相机，相机兄有人啊，不来这个，不来，别有人，我们这个，那，就我们过去吃，没啥。你在那不比不流动啊？喂喂，不流动不会，这是不流动喂。上街聚会了，哎，五百个桩事体就叫聚会。对个，五百个桩事体说起来难免有让流动扩充，难免个，不管好是半月个。对对对，做行动有流动呢，不把喂喂，不流动啊，不会是为这样人了，喂喂。那喂，我们让娘娘弄两笼地喂，这个扶梯地了。没，那么我现在看看呢。啊，要看看，啥地方看？啊，你说喂就是喂啥？你看看。我现在马上试试那口，现在地来多人，我从那收屁股的。啊，来不流动啊！我来多年，我就说你家里向我吃晚饭不歇菜，现在上猪吃袋子，不知那要饭吃不？原来去的天津就想飞过来才香啊，总是吃只三五饭。哎，那办了个吃了的呀？这多么个家哪会飞呢？流动呀！这个流动在哪不发呢？这家在哪不得飞呢？怎么这次还有口子一年不一年的才讲个不是讲个我说那个家你拿不到飞呢你想一想你哪想法呢没必到啊你晓得东东南京只有一百万那百万你马上就要收档期哎哎，你说来东南京告诉给我把口气给好不要我把口气了你要比我说的我要硬可是你那还给我拿说法呢他比白香啊哎，一张门还是香啊上五米嗯，白有的鱼让够后续又够嘛可他没有好一头芝麻给他讲啊破倒来根本你是飞过来的呀接下来根本你也倒来呀大刚飞外龙都落了哦哦对对对对哦这飞过来我是倒来俄比当的给了比当的敢从不流动比当比当的飞过来我是倒来啊这比当的雷金伟的喂封位了封位了喂雷伟的特夸封位了喂这样提供是告诉金不在刚夸是喂这真的喂真的喂这比当这个可能我也看了那个看的我给老头娘说你我母亲先一起出来让油最最不想想可见屋里下腾过来一部富的神奇精神多哎那个车今天这个把我地上那个富的那我也疼你我也神奇精神富的那我也疼你富的
吕洞窑，搿个是吕洞啊，搿个是窟窿，怎么在搿里？本来是搿个在哪部发的？发财工资一千部。那这个搿啥部还忘记？是不是搿个哪还忘记？这个发财哪还忘记？你马上就要说钢琴，我们哪说的？哎，那说来的娘又告诉跟挖口井的，我也口井了，也总归口井的。发财跟我们哪说法？一个朋友路过富队，到那业务批啥哈？哎，搿口茶抽子的，富队批上去，搿富队把他杀了，那是。那么你想，如果富队拿下来，嗯，分析了富队封那个病得得着了，搿口茶里富队活动动滚蛋无力。妹妹家，妹妹家，妹妹家，听过了要说已经送到，哦，我后头还有块木头拉来，我那发子在买块木头也不肯啊，我在外在外在，是要动的哟。哦，那有什么在？我这块木头那个那些子的意思嘛？那有什么？我还非那不流动的。嗯，那那发那不比他做些我们不流动，那等那不比我非要流动啊，不那非吓死人啊。嗯，这个东西来去，那流动费那不那做点小事情哈？没有，反正没一步一步啊。三弟兄嘛，说没有没有没有，来啊！别再讲了，三弟兄来日的了，做好几十年了。冬天也了，冬天没也个，这不答应十年啊？在外头家听那拐拐家摆地两多人的度假子，啊，我心啊一样嘛。那是两多人吩咐要上玉门去接富来了，啊，富来今朝这个把那个出来的呀？你居然分几十人？啊，那个，总归那是一个是的，那总归一人一半。啊，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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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到家庭了。喂，家奔到亭子，我拉着你东家子拖来，身上像武汉新啊，也买拉着你上油门的。这东家奔一口二十油门，跟拉拉不比的新富同志，总归是家国兄贵子，来这个相亲呀，不晓得这个张来了句话很听哩，饺子要进地窝了，身上像新啊，要么武汉是先试一次。啊，没有没有。啊，你当当当，外搭里向，阿婆，家庭老在手机啊，来请我讲十三天，十三天，西山的和尚这个张帖子叫十三天。哦，晓得哎，我太心上啊，我太心上来当差了，必不外里。嗯，那呢？你那书房门口来听，听说，来听我里向。哎，别打个冲啊！不，接出来那个困觉是新民教会。不，来听我里向喊。哎，喊啥？我的你也是那多人上有名菜，你要夸啊！书上门里喷小石头像，切那多人上的要夸。问噶，不怪你儿子要写啊！现在，要不是怪你另一部门拉开，有什么？等。阿弥陀佛，龙和尚、石上帖、心地上和尚、阿佛心地上、毕波为的一层，阿婆，我才是的。再叫下雨，大概一人一部。嗯，那。本娘才让我提高了。什么了嘞？什么了？别打个冲啊！不！啊，好像那个舅舅呢，是不能提起男的，不能提起金家的，不能提起大三子啊，这个题目都不能提，跟大明舅难说法。再看看老夫子老上天，心惊了哈了，要爸爸面对我书房门里把掀开来，带理想一口，啊，福卡我得了跳起来，发财一步成功。但是这口这个张国兄老多人白毛正灯扎得不听说了吧，说的等我上去说句话，可是听这句话一大遍，我跟着马上一句，你这个人让他刷个老大的眼睛口里咕噜咕噜让先得刷去。张国兄白毛正灯一口子说了书房给你懂得去，至少个你的是不是给两年里一直为王子，因为能打四个龙洞让神经的不离不是得的难，那么更个神经不大吧，受罪人臣都落当扑学堂，受罪父母有个听说嘛，高兴不得到达，不高兴怕他呢，你的富来的人发冷高的眼睛不离，是他套梯民间民两个农业吃亏，虽然农得在我各种快是高压是牛是痛压过的浪快农不生，所以以为宝毛正灯向预备学习当天当天，假使能这一点的上风五神经吃个火药，那么我们牛家子为主呢，这大不高哦，但我不大高哦，我不敢讲。假使能吃一点的火药，五神经这一点的上风，那么我自家神经不失眠，我的有为两位老朋友吃来帮帮我们农民的忙，搿点的面子为主。其实张国兄啊，你也晓得农得不得个事体没办到，你怕人出去一门没清爽，我得了不能害病搞进门。为什么自家后头让施工？随便啥人不许提起南岸进东山桥，啥人提起，你帮学家就不该问的。
哦，我现在关照不许生，我刚刚进门里都不人家背对别生，说起来个老大人吃日饭，我为这样离不提过了。我于是眼里么辛苦的别自己靠，那么收进衙门都到罗里的衙门去定定印下，阿辉哥，老老眼睛咕噜咕噜么就叫幸福。现在奶奶给讲没不样子的，要么能用得不这个东西，你让想得不的么？等心我句话，带有一点希望在。门里放下来，塞出了帽子，透了血里，三个发痴，在那个白龙的车皮里奔跑。李本十六大红中三十米长，奔得上气不接下气，当中啊里要斗气，外国头上像个猴哒哒子。不晓得个人一口当子的，不知啥啥货，约定不得奔走来。其实我就让白龙不敢。十个外我门里，砰一下到江湖用半边嘛，可以开始。老公呀，啊，张国军落个成功了，不然当时真的要得，啥子也记得去。张老公呀，有何值得莫？想到今朝你是说是那个白狼要请奔走来学起来的啦，现在耍最欢喜，想到白狼要紧当当当，不能慢慢接下噻，那个奔得起得去，这还欢喜在心里。嗯，不过想到罗里的衙门去定印下，不想，可得不想，不想么子好罗想，你想么我不想，随机应变，怎么样？嗯。我们让老弟登看呀！哦，写着了，登看挂不过去，他要等你播了。嗯，哎呀，我是看了把老你两句都相应了。写句人都不识的说，看把老外把他亲居那个做火的，某句的邻居。哎呦，我不能磨是磨得嘞。啊，啥夫你好？啊，我们都两句大平人上，你还登多了看的呢？不如何把你满门，自个看也登，不登看也上平的。你来怎样？那么我听起咋样去了？嗯，不像两句大兵那张那些的，我认不原谅。嗯，我是通过一个两句了。嗯，我觉得嘞，我等等等等奔到暖和地里，马子一扎火台，弄出一五把皮带嘛，我在两句屋里想去装兵的了。小军耍了欢喜的，小白带装备应该这个。嗯嗯嗯嗯。等等，那么你两句就是了，副台辕门白玉了，搿趟然后叫灭风洞了。这个写出来刚是十个新闲话了，只有这个一句闲话有用上，附带原文有用上，其他才是独特好，才是写出来的一个恶灵。刷个后台来比赛试看了，好像也相应的才是独特。附带原文白玉没封弄的。嗯嗯嗯嗯。那我当当当当够得进，我打进去一口嘛，你娘就刚刚来吃饭。哦。底下天大地师傅啊！我有今朝不知烧火都要写出来啊！大兵这样是用来吃的，做的练习吃的，吃饭我可不要急死我了。张伯，你家孟局大兵在王真人吃饭，确实你问问我不懂啊。嗯，我说娘军，你大兵在让你哪吃饭呢？他们娘军说你哪晓得我大兵在？因为是刚刚苏康老板让多乡邻嘛。嗯，你说过哦。那么娘军想子一想，有那么写出来啊？这又看这又看这啊？去年啊。去年还是这个档口里是吃大饼在上，写出了一路老说句话，都没时间还隔黑夜来，听着了，放肆了。那么老邓娘，我跟后台打个比赛都能够帮到郎的了。哎呀，那青都娘就吃啥不在过的了呀？想到今朝你不是那个背了当当当当妖精勾出来嘛？路过富台入门，嗯，我老邓娘啊，我今朝有没让我认一婚啊？哦。六七八什么的，油门浪还有六七八哦，大概我和尚是三人，来到亲的是三人啊，这还个白人水里像这个罗铁叉个铁叉蘑菇跟蘑菇，才是淡水呀啊，这还要等一个人气，要等哪一个啊？那么你开始呢，老头你个宝弟嘛，这油门浪像这人得了，嗯，我带你像一个秋子一堆嘛，把我当听出来，嗯。给北京上人跑了，嗯，五星军跑了，哎呀，谁是当我女红得不定啊？回来回去，谁为女红啊？都是先叫当五星军得不定的事体的多。啊，听起
男的东西，叫我叫我就是上去砸。怪人，男的东西在走马虎跳得快了，啪一跳到书房门口，每一步嘛，你光要去上。啊，好像那么难弄法，那么难发财。刚刚的去男的东西在走一进来，你哪说法？巨无一度，你不听那种人的。将军山和李福永，那听我进来反复上当，不听有啥个办法？本不本的蛮吃力，发财最拉民工里的，今朝到中国不来三次，下来呢再高跑，哪张不进的是吧？后不靠家姑，马子大大喊：“那侬娘别动气，我要说滚得个了哟！”我做副社长啊，咱过去努力，咱们也来啊了。像我上天今朝饱饱真的，我随时要吃鸡蛋听侬大部队的事情。那么现在不是我们老门的，我们老门的是起来我们吃日饭了。现在你让干帮我们听，那么你告诉我，我告诉告诉嗯，哦，哎，等到你告诉我不许告，我还得不许告，我就在听上了。那口人讲现在努力，咋会来喝这个些？就到书房门口说啰嗦，说啰嗦。那么个头面的海，我不听，我心里想叫难过了。个头面六七八个担水，刷手机，刷手机，我要等一个人，等刷人呢。一听哈来哈去，阿婆不是别个地方人，自家心腹，今朝我脾气也最最害你讲。丈夫，来侬娘，来呀、啊！不来不来，我又别我哟。讲下去不打你骗脸。你们三个不要听到自己装，那么那口气很吃。是混的叫我做副什么好的，我做做现在哪一个的？写成了一样，你是得李副社长。讲下去当真的不打你天啊，我有一个人终于地在干，我吕副主席不是于心刚，我天啊，我写成了你不肯生的一双白板哦，打给我咱们一共特备，你见我破腹够刚要听这么难，让我吹一点的心里一带动刚子出来说说丈夫刷天来呀、啊！做啥？讲下去不打你别了。这个刚我心里不打你吧？不对不对不对，这些这些是你老用计划的。混蛋样的，我不知道你没老用计办法，不成那么老的。讲下去不打你别。了，你喊我讲下去，真不当了。嗯，真的不当了。嗯，一口没有真话。你哪一个人啊，发起财来太阳太阳？微微喊我讲下去了。但你看看讲下去是难防不难当，不听么难凶啊。写出来今朝又来人，打一点麻子吐在水里。那都娘，嗯，本来我不讲的，不，你喊我讲下去了。嗯，你喊我讲下去了。好了的啦。江水是了，我因为我刚在说哪话？现在讲说实在啊，说混的刚在罗大忙起头子，罗七八个大水，这个罗七八个大水，嗯，俺们要从头至尾讲不来听，嗯嗯嗯，杜先生要请天罡当水当五十年的部队，让苍门当正点人员，啊，是能啊，受得求的。那是你说叫他亲自当水当上你都五个人命，你命好一回来那家子雨来真呀，就是很牛犊了，要来想你了。嗯，大家扣那个面子帮紧家里哦，是个五个四派是做罗布斯金家扶水呀，无限期要撤离，那么五神经不无限，他马上都正常是各副台上，而且上是各正经那家子内容上次高正该这样讲，该这样讲，后来真假高正副台长回到屋里想以后没得还难马云，我不能够马云来的多二了子没好说的二了，他们有何言语何呀，这妻子也想说啊，说一个副台的哪张的门上文哪张哪一个哪张啊，你都背后见那哪张呀，写出了你要见过哪张，绑着地上放肆了，
是是老张的没老张了你多少岁也不能够是那个是觉得张国兄老多年上老友们旁边负担当农特的嘛你给当过是问事问二老子哼像鸡坑上有运踏踏无非跟得了跟得了你跟地上你跟地上你哼你是高人才晓得，你哪会得上学问你？嗯，读书家嘛，都在那，你们的读书家很厉害。嗯，你们哪肯干了？你们正大光明，啊是，你不跟进，外头人不晓得呀。啊，不人家说起来，夜总会帮囡个，嗯，囡出事事体嘛，夜总会要出账个。哦，囡出事体，夜不过各种衣服是夜记录呀。啊，你多少岁了？你不能熬不出那个。烦死了。南门神经都进六七八个档期手里将铁叉个铁叉摸昏了摸昏了每一步都让有门了听见说七位老师登堂踢五六百有门当中百不都拧的哦要登得起啊登得起哎走什么是老张真正为了上有门当门来套点嘛发卡起啊是努力的饺子大大了哦呦喂喂喂喂喂、啊、是努力一部胸部饺子像噗拎出哦喂喂喂喂哈是你要努力个周数大概十几嘛大概一根根也是哦哟没有了没有了啊是努力个这条子要打上哦哟不能跟你啊没有了啊给亚门人我听眼不多口气啊我不听眼口气嗯让这两百元几两算五百了嗯好了好了两块五百好了我听眼口气什么东西亚尼森要来红用要来红用 啊是个老张为真正上入门当农特的嘛发卡机你要请你上当哈所以亚门门里过哪个人证明其实啊明亮了很明亮哦哟你做这个、哎、你做这个也不能够不说你做这个呀张不信听记得有你谁我后毛出提兵给像五神经啊五神经我农经都得不对我心脏啊安嘎着我分嘎着你都要弄我十个妹妹干嘛妹妹不能够不上油门那我定规要上油门我带油门让帮人高头西高明我不来意我能当多得不对我们张国轩分开去刚的身上我有一家子为这里两方面密上红旗驾驶刚不清爽你懂高的智力特质啰嗦为要懂水动作不是黑位不应进都破我张国轩水不进都破哪怕单独御驾进京哼谁当让老板与我病毒都那么单独不客气战破啊吩咐你呀三个月门得令啊现在在这里啊还出来的我的你家是老多人上有门才他说一等这些这个一定是另外一次来的亚佛先生是个耍好巨物的用尽十万门铃黄也想到你家请哪都进上家哦哟收拾张国勋让后队让分三个钱一三岁不让他为什么一年前我怪着吩咐的亚上有门阿佛乱害出去我的你要是哪都进上有门阿瑞马上把你奔进来请哪都进上家可这家子能够夸张阿姨阿佛还有吃鸡嘛家庭让我等家这么拖来啊一样嘛无忌的还有一些得力的是不是一个人让后队让不为一笔夸只为一笔美高你是高生了像西武和一张哈切的口袋非正在上用别的讲过一张有一张光那个后事要太太啊你身体怎样那位啊啊罗才不可当时啊不为梁先生来就是据我啊不你才去打听打听一打听谁不让当以这个张国兴很不得一不哭的有门让当神经病体等到你身体稍微带的阿里给你一场佛给你一场么挪个来了这样吃盒子这样吃出来哦哟大家听到老后生东西是什么大家子的五岁被过化妆也没有好也没有好就自杀一生吃着样门的靠浪花去哈哇对过来过对过来过对过来可定饺子是非而去这两个县城了中间三两农历啊你都出皮里这和本力而且要比饺子我要夸西德有门了要对张贴子这跟外头屁股了
一大嘴没大工作。哎，一张一张我来。那阿福，哎，你但是你，你是只是喝酒了，难道你是另外不能上当？怎样上？怎样都怎样放？怎样用？哎，一对烟你噻，这难道就烟你噻？那边龙叔，是的，今朝个领导在了烟你噻了。啊，说话，不烟你噻，你个后不怎样读啊？现在你电话过头去吃烟你噻个那边了？也是，有的你那才难道吃烟你噻呢？那没办法，那不是叫亲家或者叫家，你要亲一起你不去，哎，来到你好说好我商量，哎，你囡恩总归是家人，你去偷偷听，不听，你不要两口气，两口气两口气，那么你非去不可，亲家或者叫家，阿父啊，你去两路去，让你在惠州嘞，两个地方不能坑杀他个的呀，惠州嘞，也是啊，啊，你还经常想惠州嘞啥？你那边惠州嘞？哎呀，现在个中年的姑娘眼睛嘛，你真是来到了惠州嘞。当你了我切入大有走来再说的话这种这种这种这屁本到油门上向对听不好往里向接听一口张过去没晓得附带个身上登清门部贴纸到底向附带一口没身上来我晓得你来了你不要来过你农场上的个途中不能搞个人偶睡的今再来没别说的白来他人你要晓得你来吃药你在你那时分晓得不定位置把他身上有天风外与我正登把毛开春门生我出地我们让上在让都进去他个让找一档贴纸到哪里外不了阿福阿福顺便带的两个小车到了哪里开了三地让当时总结让带关门口哦一个饺子来了张不行的饺子像非常很红的一件老胖五十倍快去饺子都要把你掉出头光你现在很不得一哭到我们让当瞬间平地将军到油门，搿只水过了五水半浪，一水又绿水又浪忙，当水要落才不得。啊啊！现在又看不到是一个人人不有，要落才不得了呀！搿落才搿说起来，行后头把那砖瓦做不要落才不得了。现在看见一个人人不嘛，不要上当。没事我龙当瞬间的部队窗门当上五个人有个事五身进各副队上上司各种还有个事那么我们龙下的七八十马桶两个写出来谁非据我聘我上友们帮队和上司他就被人家撞上去那么两个写出来能够带得无理有人把压的有人把压的算你们来逃步来逃步等到那下清上面那个人进来的别个张国兴刚走一下，五不骗我上油门，有啥用的？我马上会在家子外走去。我到屋里面弄两个小车了，吊起来，我脑子疼的好一记闷一记。小车了，哎呀，弄个手手上手机嘛那个死了。哎呀，请我去，幺二三个对面，幺二三等候，想到最后，扶水杯一旁来，尊。这样脚背啪马上立定了实在那个人我夸不到已经冲到油门了这家真好那副还是冲过头要干胖脚子立定了当好出呀咦再不许一口把阿芳的脸色成进了我比我也光你还没立定战破那黑呢黑呢你那副还听错了哪听错呢我们连长家别进，不老多人听你的话呀。现在了，放在每年，一年不够用。该辰光你不肯上去，这个哪上去？我老张娘，少爹，来呀、啊！不必不必，大家还是雨刷刷的来得好哎。水见水水，你讲我才听得出来，你讲娘，你讲娘。可不可不，都听不听不到个心里想吼。罗千不共大水呢？六七八个大水啊！嗯，杀了一个人，刚哎，我真来了，真来。也是一个人，我嗓子大得立难起来了。大水呢？那我不讲，才是难怪这样讲了，我不讲。我根本我不怕，我不怕。大水呢？大水们，我刚刚是看见六七八个。嗯，现在来了，我们不在。还是单数，我也是老老说句我那个之后。什么单数是句？谁本谁是句？老夫当来等我，我回到屋里想睡着那毛病，扶水杯一旁，尊驾，脚
搿班元帅嘛，当中有花队在阿富汗口个快点，有办法快点，否则人家掉队子。阿富汗就你上不上？拼这个条命的奴才，配得该当南向走去啊！第二位来，今朝没中国发不来走子。在外面吃苦的人要苦，吃苦的里向有够水，死人啊！你都没礼貌，吃娘娘的笼子进去么？拉得的你都吃娘。不晓得个班够水了，才多真好的。吃苦的里向有个洞的，里向望出来看得清清爽爽，张国勋已经得知我们了。那么个董哥千万不能够瞎考，谁要听个这喇叭一喇叭声吃，吃喇叭个把我心急，吃不赢的还吃不下。原来一口忘记他装个尖尖门的粮食的下，尖尖装上去，啊！张国勋也好得了，丈夫，大头娘，什么神仙？禀大头娘，啊，实不相瞒，你当年铁子队噻，哈。副台大人听见你身上上辱门了，会找开军门出去。哦，老大娘，打得龙家奶不能走去。啊？因为你家东西副台出来，这几个身上，身上不看见嘛？哎呀，弄出笑话来了。老大娘，啊，今朝月薪好的，出来帮帮忙，里下去喂喂吧。今朝都这个礼部提过十八，做不动这个写出来，还讲进去喂一喂的是。哦哟，花头戴脚板，口口大的东部地上忙里向冲不拉得动。啊，我脚趾进去，披上入门大吃。下面一个节目，与嘉年华同志演唱《大军山戏曲》。我是奉天千里，两路领恩，徐同翁在地赐我心，我不该听信法海乐女，我不该么怪异三八十空门，想我休息日够苦伶仃，清早个我西边自己的人生，十指腕我虚海门，手中记得真家身，一位双亲地下问，我怎能与时空门走了出家身，想娘子受尽生儿育人，打来你三月零分，到那日子我是有得几亲儿女，将我儿后去密成定，我们亲生不如来相亲，我怎能与时空门走了出家身，大不如冲破枷
上去。家啥日饭不能